Então, ó, chegou essa bicha. Mas se lá ela alea vai, se lá para tosa. Tudo é aí a falou. Mas gato, tudo. Quer não? 直播风格直播习惯要改变。艾米的称啊，这就比较严是吧？差不多，极限词不能说。 两茶玻尿酸，两茶玻尿酸，玻尿酸。对，我喝玻尿酸长大的，我家里水龙头里头都是玻尿酸。那滴滴当玻尿酸用？对，有钱的呀。要多少钱啊？你现在一针多少钱啊？啊？一针现在多少钱啊？我不知道，我家水龙头里头，我不需要。 我去我家给你接点儿，给你带来。<笑>要什么牌子的？亲爱的吗？我不用，一般的牌子就好。<笑>我现在年纪大了，我想打点肉毒。肉毒的话，你要笑一笑就有皱纹，笑就有皱纹。肉毒把那个皱纹挤一点。对，我都把那个血统，他什么意思？他说。 安排打理，或者说我们说的，主要是这个店家有需要才会。那你看看，他会需要推广的嘛。那心态相当好了，我跟你说。他已安排好吃饭和酒吧都安排好了。没有，现在如果说你整容，也说明什么，你有钱。现在已经美多贵了。对，是我满脸玻尿酸。对，兄弟们，我这脸花了一百万。1000万。说少了。没有，一辆车在脸上。他脸上好像。 确实看上去没什么动过，看不太出。不行，一定啊，没动过。可以感觉到，但是又感觉不到，你懂吗？这是最高境界。什么意思？就是看着像整了，但你仔细去每个部位近看就没有。就是仔细看，你看不出来哪整了。最高境界。但是上镜的时候看着像整的。说明底子好呀。 看到视力表，你知道被红兵认可的女的不多的。红兵人呢？被红兵认可的女的不多的。那我在直播间不好看，我感觉我在直播间里不好看。对他直播间是把别人变丑了那么一点点。我在直播间里确实不好看。我这是觉得生了啦。瘦了，你又洗过好久。我洗了好多。你怎么逗的？完了，我的咬死。我手机。 我戴眼镜了，兄弟们，我戴眼镜了。我近视，我四百多度呢。哪里？我那个什么，有蚊子，现在上海有蚊子的。应该没到，有蚊子，刚被蚊子咬。然后有可能没事。 昨天烤鱼好吃，蛮好吃的。东北有一家烤鱼可好吃了，是吧？我们家门口那个活鳗鱼好。我们学校那边，我说的不是那种正常的那种烤鱼，我们学校那边啊巨好吃。你们学校在哪里啊？在东北。啊，没在上海，上海。真的老好吃了，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 它是肯定是口味偏正的，是吧？东北是偏咸的。东北菜那边都是偏咸一点的。我们那边有个大锅，铁锅炖的，就是铁锅炖大锅。啊，对，铁锅炖，生意巨好无比，疫情都能活下来。叫啥呀？姚记吗？不是，在那个我在车站南路水电部那边。上海那个姚记还是挺火的，铁锅炖。你去吃过吗？姚记。我特别喜欢吃东北的老虎菜。 一般上海吃不惯，不味道很重。就好像那个他们哪个地方吃折耳根一样，对。啊，贵州。对，那边吃折耳根。但我贵州折耳根我去贵州，我觉得吃很爽。我之前折耳根是在重庆吃的，但是他们那个凉拌的折耳根。啊，还有那个。他们那个什么叫做爱情豆腐，里面豆腐浓的塞子。它比折耳根更重的是那个鱼腥草。 它是折耳根，对，但是折耳根它那个叶子，那拌的不是根，是叶子，那个叶子我操，巨腥，更吻不了。星星怎么说？星星啊，星星出来喝一点吧，啊？有没有什么酒吧开着的？出来喝一点。酒吧呀。
青青吧音乐青青吧做的。巨鹿路那边全开了呀。巨鹿路啊。啊，我昨天还去了。巨鹿他不想去，他就喜欢在杨浦区周围，然后回宝山进。大学路没开吗？开了吗？不知道。到大学去兜一圈。很久没去大学去。到大学去兜一圈看。老叶阿们嘞？去太阳路。老叶阿们嘞？嗯，没有。老虎你在吃阿玛斯？红边啊，红边听过呀。吃过。嗯。好呗啊。总监嘛。兵哥嘛。我上次买那个包，买不到就找他老婆买。我怕没关系，你过来没问题，你礼物到位就行了。你碰人归碰人，礼物到位就行。我请你喝一点。你在哪帮房管？我在买你的。老不说谁不来了，都不来了。你家堵了呀？不想。我不想堵。阿拉帮侬看直播的人从三从廿岁看到三十岁，往三十看到四十岁。喂。我睡一下，你再不睡了。我不知道他某音叫什么。你看，完了。重新启动。啊，重新启动。啊，后台先启动。你出来了吗？找个地方坐坐。妈，卡死了。往前，走了。这红兵人呢？他到底来不来？不来吗？红兵失踪了。嗯，放我车里面。袋子呢？袋子，你问王琦，问王琦要个袋子去。红兵不会和那个薛总去做按摩去了吧？嗯，这两个人不会他妈做按摩去了吧？我觉得很有可能。
我觉得啊，这身衣服配这鞋子有点怪，是有点怪啊。反正现在也无所谓，没人看，那挺好的。那啥呢？你要不换了？你换也可以。啊？你比较在意这个吧？你要在意你就换，不在意就这样舒服。不要以为我光。你让你去换，等你。你要去换你就去换吧。对吧？嗯，我还是觉得老是突然五 G 没了，我是跳脱的。嗯。iPhone， 搿只 iPhone 七我也没有买，其他的。信号还是没有。明年还是要换新的。侬现在好吃几瓶吗？你现在可以喝几瓶啊？你说什么酒？白酒呀，白酒我喝不了，从来不喝的。清酒一瓶吧，一瓶就人就没了。蒸露呢？蒸露五瓶，不可能的，蒸露两瓶到三瓶，两瓶到三瓶差不多。上趟刚吃五瓶的人，上次说吃五瓶的人一塌糊涂吗？好的，行。谁剩五瓶的不行啊？这家蒸露这种东西不行。女生回归。他那个梅见亲子不是一塌糊涂，叫喝饮料，这个叫喝饮料，甜的。全国组织下称个，嗯，弄点酒喝。我们这常州放出来的不干，好，大娘上面在叫称。好呀。大娘现在饭店开了不好，抖音上头。你的流量老高哎，是吧？啥位置？去哪里？你抖音你在扒几节？不叫像小桥流水。小桥流水。嗯。现在身体还不累了？现在趁那母子比侬还大。是吧？我就想搿趟常州赛，侬好要把伊绑走了。气出勿出气？出来出去，老出去。那个生意真还大，我刚才去吃翅膀厅，没人啊，没人过来去吃，就俺三个人。哎，咋的？俺几个朋友，江西来的朋友，俺吃了点酒。实体店不好做，现在放开嘛好一点，放开至少他妈的能够恢复正常。我健身房也不用担心，他妈的时不时都被关门了。本来我很早就想来的，是吧？一直不敢来，嗯、因为你们这里杨浦区，你懂的。麻烦，现在放开了就好了。杨浦区我不敢来。哎呀，你好，王教练。你知道我叫什么吗？不知道，我叫韩健。哦，韩健了。世纪握手。嘉兴路。他是一天不外说，肺怎么了？他出门。这位好，二十多岁，十八岁。那你们俩都有节目不啦？没节目就行了，你往宿舍去，没啥节目。红兵要过来吗？红兵过来就宿舍去。没事啦，我明天上午来啊。
喝弄了。哎呀，你说啊，我心里有啊，有有有有有嘛。你在这儿？那边有个胡桃里，在国安路这里有个胡桃里开着。对，之前去过一次。啊，这位这位潘姐，这位。自助餐400+，这个价格是很正常的。你比如说，你去吃万岛啊，什么都是400-500嘛，就是差一个鳌虾嘛，海胆啥的。其实说实话，400和500，我觉得没什么区别。鳌虾可吃可不吃。走吧，走吧。找个地方坐坐，聊聊天嘛。回小姑娘也可以不啦？我走了，你来了。啊，骑车的呀。就我们三个。啊。这不可能的。那个薛总呢？薛总不在啊。美女你好，我是就是兵哥，就是。啊，我知道。就是说上次因为给你面子，我在那边刷了一遍，就是。啊，我知道。小意思，这种都是小意思。谢谢军哥。应该的，应该的。兵哥，那个美女本人怎么样？兵哥，你他妈的好了。你口罩戴了？啊？口罩戴了。不用戴口罩了。不用戴口罩了。不用。不要，没事没事。不用。到那边看，如果管控严的话再说。现在不都放开了吗？坐坐坐。美眉就要在旁等啊。走了，王老师，走吧。你关上吗？没有美颜的直播间，真吓人！没有美颜的直播间，没有美颜就可以了。我原相机还挺好看的。我明觉得，啊，美女怎么样长的？我其实看到美女还是有点紧张。这女嘉宾之中，唯有紧张的就仅此一个，就是你是模特是吧？啊，对。一看就是，你不说你是模特，我就算之前直播间不看你，我也知道你是模特，感觉出来了，嗯，是吧？身形各个方面，他们说走到路上也是，走在路上是，但是危险的地方，哦、这一哥他那辆大吉这个载着你，啊、你一个人，你们现在这个样子啊，啊，算了，就这里，无所谓，我旁边去，没有，你别在镜头里面抽烟就行了。哦，你说，美女就是说。那种偏的地方嘛，你一个人走路的话不太方便。我今天车抛锚了，那拿回去修的就是那个，所以才晚了。但是我不是大 G 啊。你想说什么？国民从哪里过来的？你想说什么、啊？你从哪里过来的？从浦东开车过来的呀，开到一半跟你的大 G 一样，上次那个发动不了了。嗯，好。然后今天见到美女感觉怎么样？感觉啊，就是朋友的朋友有什么吧，就是美女就蛮性格蛮放得开的，放得开，哎，就是、这不叫性格好吗？她和视频里面
你怎么样？差不多。没。更加好一点。没咋区分。更加好一点啊。本人不比识别好看多了。是美女，你的这个自信，我真的是，我就是说，你这个自信就是与生俱来的吧？然后呢，的确该自信，该自信。别担心了，别推。哦，不成。你晃一下。晃一下也不行。晃一下，这现在要输了。为美女扣一分，没什么。谁说的呀？你贵姓？小石石，我姓杨。姓杨对吧？叫什么？杨雨晴啊。啊，对。你怎么知道？水友告诉我的。你怎么知道？水友告诉我的。是。我跟王雨山是朋友啊。你跟王雨山也是朋友吗？我不说了。我跟王雨泉真的是朋友，王雨泉是嘉定的呀，你看我有他微信的，我们经常聊天。我不说。我跟他说一声。你说说。你别说。认识的朋友他已经退。没有。不会的，晚上把他拉黑了。你别跟他说话。还嫌事儿不够大吗？说说。人家山东女孩也是属于豪车，你是哪里的？我沈阳的。沈阳，你是东北的？我知道他们，他青岛的，不要说。哦。你怎么那么远啊？东北远吗？还好。安全带，安全带。是吧？你给他刷礼物吗？我从来没刷过。但我上次给你面子，我给一哥刷了。给一个刷的。王雨辰从来不让我刷，王雨辰不止不给我刷，不让我刷礼物，他还给了我2300块钱。那你钱干嘛？祝我生日快乐，他说。我说是，少一点吧，就是。他说，万一发1314的话，他说这个怕你红兵误会，就2324吧。等一下我。后面因为这个事还上了新闻，我们两个还上了 DY 新闻，知道吧？你知道他为什么想见你吗？为什么想见你吗？很想见你，因为他从来没有一个美女在直播间一直叫他兵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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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了一晚上兵哥。这样人家都叫冰冰。那因为冰冰的话，就是说一个女的说男人可爱的话是属于贬低词，人家就说冰冰好可爱。然后你说兵哥，对吧？那就是说我还是有成熟男人的魅力。然后那个就是说，所以你那个时候说兵哥刷点吧，我就刷。控制不住是吗？兵哥，你现在再上一下。但是我是他同事，我不是水友。如果我是水友，我就起反火箭起步。我是他同事，那你也是他同事，对不对？所以我们不用刷，是不是？我不是同事。你不是同事。雨晴，如果你刷的话，我转你刷，真的吗？黑色日料店不去啊？去的那个吗？都吃饱了还是？你哪里吃啊？你们要吃东西啊？不是，你在哪里吃的？我们前面和阿黄吃过了，吃羊肉。我没吃。你没吃？但没关系，没关系。那边有吃的。我知道胡桃里的吃的东西，就是说，咖喱面了，是吧？你不要音乐餐厅呀？你叫外卖就可以了。不，叫外卖。外卖是王总的这个特例。这不，我从来不点外卖，外卖不太卫生。在饭店里点外卖吗？对啊，但是起码要点个外卖吧，去一点吧。饭店里那个不是饭店，那个是音乐餐厅。对啊，这不是音乐餐吧吗？是，就是那个音乐餐吧，我就是说有一个朋友，就是说那个时候就是那边的老板嘛，他要找一个乐队，后面我就找了日系的那个二线明星，然后上去那个做驻唱，还不收钱。你以前做过巨鹿路开了吗？巨鹿路开了没有？那边还是别去。那边全开了。我跟你讲，越是地段好的地方，越危险。没事儿，那玩意儿和感冒一样。那好吧，那去吧，158对吧？没有，去哪儿都行。你平时去什么酒吧？各位，你们巨鹿路去吗？我平时不去酒吧。你好像很乖呀、兄弟们。老乖了。你们巨鹿要去？你不是在装吗？我在装吗？一哥，我在装吗？没有。酒吧是啥？没去过。那我平时去哪个酒吧？就是你。对，我们可以开个房，
开个房，房里面做那个节目啊，在那个真心话大冒险啊。啊？你跟美女第一次碰头，你要跟她开房？不是我跟那个。开房干嘛呀？你是沈阳的？对啊，沈阳的呀。就辽宁省沈阳市的吧？对，省会。哦。沈阳那边怎么样？现在冷不冷？我老冷了，零下十多度呢。沈阳我没去过，但是你们沈阳几个竞技界的人才到上海了，都是我负责把他们给安排一下的，就是人才，人才就是那个竞技界的，哦、就游戏界。哦，玩我是游戏界叱咤风云的人。哦，玩游戏的。我跟你就是说，我给你看一下，你知道广州小孩吗？你跟哪个游戏公司啊？公司，我需要跟公司吗？我是跟斗鱼直接签的。公司这种事，就是说后面我必须加公司的情况下，我才加的。我一直是跟斗鱼直签。我给你看一下，就是说我跟一哥当时去那个广州吧，那个人叫曾卓君，知道吧？就是肖汉。他不打游戏的，他怎么知道？那个是叫小孩，他就外号就叫小孩，很有名的。那什么游戏啊？格斗竞技，他是代表中国出赛的。专门到美国啊、迪拜去比赛的，就为国争光的，属于世界级的竞技。那好厉害哦！但是他再厉害，再厉害没有你厉害，是不是？他再厉害，我们去广州，他还是招待我们。看看一哥他到这里，就我这最右边的就是那个广州的，就广州的。啊，这个是吧？啊，是。哎，他为什么要来迎接呢？他很忙，但是他觉得他觉得你们重要，有价值，知道吧？觉得你们重要。你说一个一般的人去，对吧？说小孩，我很崇拜你，能迎接一下。我们信息都不回了人家。我和他的老师是王思聪的好朋友。他老师多大呀？就是经纪公司在上海的一个很有名的，但是我不说名字。他就是我和他的那个老师，就是。哎，黄喵，你在哪里啊？黄喵，出来坐坐了，黄喵。过来玩玩了，在市区吗？哎，喵哥来玩玩，喵哥也在你们支持吧。就是喵哥，我联系一下张师兄啊，我要好好感谢他。那个薛总啊，你没事的话，你过来请我们喝酒吧，薛总，对吧？张师兄在不在？张师兄今晚有美女。其实这是一个礼貌词啊。嗯。美女谁都爱，欢迎迷城。不美不美。看沈阳老乡啊，花苗跟你是老乡啊？对，他之前说过他是沈阳的。嗯，你见过一次。嗯。啊，这个是我坐骑，这个是我坐骑，这个是我坐骑。我最早开的是起亚。嗯。但我觉得不是你安排好了，大哥，你安排在松江，我天哪，真的。你安排啥呀？安排松江，你让我去。我杨浦，我到松江一个来回，我进杭州了。太远了，这个。你别吓我。放开了，直接去杭州吧。那我还不如去杭州呢。放开了，直接去杭州吧。我去松江，我还不如直接去杭州吧。算了。你看，这个就是曾卓君，一系列姐姐，就像那种啊，曾卓君啊，这小孩嘛，外号是那个。一段时间不是做主播的，但是你就是说搞着玩玩啊，对，就你没时间玩一下，打发一下时间。你跟一哥认识多久了？时间不是问题，就是有时候一个人和一个人认识，大概认识多久了？等于认识一辈子，大概认识几年了？差不多三年了吧。你们认识三年了？嗯。那怎么我这跟你认识三年，怎么他没出来干嘛呀？我身边你的一个个都要介绍的。被雪藏了。嗯，三年以后能拉出来不行吗？啊，我被雪藏了。秦小姐，就是说我这个你现在是黑人你身边罕见女嘉宾之一。什么意思？因为其他女嘉宾都因为不太了解我，对我敬而远之，他们把我把你拉黑了。不，把我和黑人共同拉黑了。啊？因为我连累了黑人，我很。但是也因为此你被雪藏，
你被放出来了，这个这也是缘分。啊，因为身边没人了，把我放出来了。不，这是属于后宫佳丽三千的，就是，然后这毕竟现在2999个，但是我跟你讲，他们不了解我。你平时有坐骑吗？嗯，你平时坐骑有吗？打网游啊，坐骑，啥叫坐骑？坐骑是车子的别名啊。这我叫红兵对吧？兵少、兵哥，这是别名啊。没事，我们都朋友，就是我是开车，我还有一个弟弟也开。红兵这个逼真的是。司令官，我不租车，我不租车。可以买呀，二手的。不一定最贵的车就是女孩子最喜欢。王琦，这边那个副驾驶的那个门没关好，用点力。哎呦，是我不好，我应该帮你关一下的。你女孩子不用理，她这辆车要关得很重。啊啊，这个不是跟徐若先生，徐若曦那个。徐若曦也来车了吗？上次都四个人来的那个。是吗？就是没有，我们坐包房还是坐外面？包房吗？坐包房，坐这，这里安静点。你是热还是？有灯了，有灯，有没有灯啊？是喝酒吗？喝点。喝灯。要不坐这边吗？我就是包房是吧？对，这边。空调有吗？啊？空调有吗？有空调啊，包房里有大暖。包房开个空调。哎，这里有灯。那这样，美女，来，我帮你。好的，美女。哪来屁股呀？空调呢？不知道。让他开一下。让他开一下。开一下空调吧。里面都开不了。他那个商场，他那中央空调一开，它是冒冷风，暂时还没烂过。喂，怎么了，徐总？这里面待会温度会回温的。啊，会回温吗？是封闭式的。哦，那你先穿一下。哦，没关系。先盖一下腿。推了，你穿我的。穿我的，穿我的，穿我的，穿我的。不用不用。啊，我是厚呀，我这件很厚的。纯羊毛的。没事，谢谢。好吧。还蛮香的嘞。怎么了？喂。你跟一哥说嘛，我这边太小了，薛总啊。放心，没事。没关系。力哥帮你个定位，你过来好了。好。你别喝了呗。不喝，你去订饮料。喝那杯饮料喝。饮料在哪里呀？像这边软饮也可以，或者是前面。像这种鸡尾酒可以做无酒精的呀，可以做无酒精吗？第一个没有，其他的四个都可以。要那个夜香风情，一点酒精都不要放。那个薛总说过来找你啊，他找我干嘛？我不知道。哎，弄瓶葡萄酒。啊，你看要喝什么葡萄酒？他过来买单吗？我问一下。你想吃干锅鸭头？就这个，贵族上次点这个。来份干锅鸭头，干锅鸭头有吗？问你是不是来请客？来份干锅鸭头，再来一份白肠。还有哪个辣的？小银鱼。他要过来啊？他说。小银鱼。来吧。啊，我给他发位置。他说安排请吃饭。那就这顿吧。那就这顿吧。我发给他的位置。
那菜就菜单有吧？就这个。哦。主持什么都在上面的。是不是很香？没有你身上香。你们俩难道有一腿啊？那我这哎，你现在有没有男朋友啊？没有。啊？你要找啊？帮他介绍。嗯。我隐约的感觉到有点忽悠的吧，有点啊，就是那个主食在哪里啊？我有没有？我有没有？什么？就这个？就这点的吧？没了的吧？以前不是看什么有什么那个龙虾？龙虾？这样没事吧？九点鱼？你看，有点这个风味了。我后面上不是还有个洋酒吗？你们要喝洋酒啊？对吧？还有一个喧宾呢，没喝掉呢。啊啊！对，我反正点过去了嘛。对对对。王琴，你把那个我后面箱那个喧宾拿过来，让他喝。鸡啊。那洋酒。大虾那个。现在看到洋酒我都想吐。啊、对，我不能喝，他能喝，他一个人能吹一瓶洋酒。真的呀。嗯，他酒量很牛逼。但这个不是本事。我现在想洋酒都想吐。那什么是本事？哦，我知道，你喝的是威士忌，所以想吐。我喝威士忌想吐。不是，是就是。是洋酒，白兰地。哦，也想喝啊？那你喝的是假的。黯然销魂面。嗯。荷包蛋有啊？里面有那个蛋饼。哦。还有那个。你跑到这边吃面？来找我玩吗？还有那个那个干锅鸡中翅。薛总买了吧？你买的话，我就点少一点。薛总买了，我不知道。那谁在上海呢？香酥鸡米花。张喜哥在上海。这样，你找他过来玩啊？啊，我问，我说你要过来玩吗？哎、再来盘那个红油水饺，这个好像你跟他关系好吧？红油水饺啊。一般，你俩认识？算了，千万不要找。就是有仇。嗯，对。但是你不要问他，有点仇，而且仇满身。为啥呀？什么仇？就见过平凡吧。你跟张启格是朋友啊？我跟他没仇，我跟他做过节目的。哦，他那个腿哦，粗得像大象一样。但是哦，当时，现在我不知道。跟他一起游过泳。那他现在不在上海？我不知道，在湖北，在湖北。我讲你自己私下里。他在千岛湖呢。哎，管他在哪里，就是说，他那个就是说，啊，没有仇，我真跟他没有仇，我跟他不熟，谁跟他有仇？哦，他跟张启德关系也不好，就是说我跟他在那个常州溧阳天目，把门关一下。天目湖水世界你知道吧？你知不知道天目湖水世界？江苏的门怎么关？这是我没有门的是吧？当时斗鱼第一次那个有户外，那个时候手机不能户外的，只能够电脑。哦，我们集体团队啊到那边，然后他也去，然后就一起游泳。一起游泳，对，一起游泳就是接广告嘛，那个水世界嘛，就像玛雅水世界一样的，就是也不叫仇，就是简单跟你们介绍一下，就是基本上我跟他如果连麦连到的话，他第一个挂的比我还快。啊？为啥呀？我不知道为啥，原因就是不要，带节奏，不说了。一哥认识了我，不说了，只能这样说是最好的人设，啥也不说。不过他比起王雨山还是差太多了，就是张世哥。但你跟王雨山倒是颜值差不多的，我觉得这个面相差不多，他比你再瘦一点。你们俩一起参加过什么官方节目吧？他又不做主播的，他哪参加过官方节目？我不做主播呀。我冒昧问一下，就是说那个我能不能跟你换个座位？跟我换个座位？开玩笑，先吃点东西。吃点东西就行。你沈阳到上海来背井离乡，那爸妈担心吗？啊？爸妈担不担心？爸妈在沈阳呢。爸妈在沈阳，这样不是家人会担心吗？不担心啊，因为我工作本来就是经常在外地。经常去外地，我在上海也是经常去外地。就你们三年前认识，已经在上海了，你已经在上海了。啊，对，在上海做活动认识的。这房租贵吧？是的。贵。你不会也租13000的那种吗？之前是，现在换了便宜了。
现在换一个月才8000的。8000也贵了。你有便宜的健身房吗？有，2000的。一哥健身房附近，2000，环境还蛮好的。我健身房附近哪有2000的？酒店式公寓啊。有吗？有，环境还蛮好，跟装修跟这个差不多，这也差不多的。就电费是1.3块一度。正常，我对电费没有概念。你住什么房子8000啊？肯定住那个公寓。我知道是有房东的，对吧？啊，有房东啊。但不是那个，我说的是酒店式公寓，环境比公寓差不多的，但就是电稍微贵一点，但是房租便宜一半以上。但是对你来说都一样，2000-8000，对于你这样的女孩子都一样的，其实。我就感觉，哎，欢迎小龙，我就感觉，哎，欢迎小龙啊！啊，怎么了？我就感觉你们话里有话，感觉，是吧？不是，她是做主播的，女主播都是，或者是现在是做模特嘛。对于你们这样的女孩子嘛，能赚钱的女孩子，10000的房子和1000的都是一样的。你10000的房子接触的就是10000的人群，你2000的房子接触的就2000的人群。美女，理解这个意思吗？我也不接触人群啊。这是你又不是住那种。这是实时跟我说的一句话。对，我也不接触人群。就是别提实时了，他妈都过去，回头人家他妈你黑粉再给他发个消息啥的。这是一位女生，活活给他气跑了。40000的房子嘛，接触的就40000人群，因为有些女孩子她接触圈子。你住2000的房子，你接触到的就是憋三了，就是。你生活圈子里面如果碰到那种市井之徒的话，会非常难受的，会有造就很多尴尬。给我点那个冰块。那先给您打开了啊。打开。我就喜欢和朋友在一起，就是我不去哪里我办哪里。我不要。你喜欢热闹的感觉？嗯，就是我喜欢和朋友离得近一点。哦，是吧？就是从一个小区去。那好好，我介绍你一个小区，这房租大概4000-5000，而且那个共富新村，啊，有空房在共富新村呀，共富新村一格家呀，一格家，但不是他家里面啊，就说是他家那个旁边那边房子比较，要买起来比较贵，所以有很多空房子。但你真正租的话，只要那个也不是群租，你路子蛮广的，你出来的时候呢，他开始接你，中介了要。路子蛮广的啊。现在你生活中有喜欢的男孩子吗？哎，大家都是朋友了，来，就是朋友的朋友也是朋友。你不要喝酒，你不要喝洋酒，你不要喝洋酒。妹妹，我先优雅一点，我先优雅一点。等一会儿关机，我就给您拿冰块。不喝，都不喝，就我和你喝。那个旭总他来吧。啊，来呀，他要来找你啊。那给他留着不就行了吗？可以过去。就是我们最后的，就是那个美女是喝饮料啊，你喝饮料就行啊。对，喝饮料。你平时不喝酒啊？喝，就没事，小酌一点也可以。但是喝饮料没有，我今天喝不了。就什么特殊时间？不是，因为他在出租车上，他过来的。因为昨天喝多了，我今天喝不了。他过来干嘛的？我们去的。他要跟你聊几句就走了。怎么每次都是这种？不行，是不不别，就是看，就是聊几句走，就是1小时以上，他几句都是1小时。那倒是。然后呢？薛总要请我们吃饭，就群里面说的呀。那倒是。我截图了呀。他请我们吃饭了。啊，对啊。今日一定要请我们吃饭，他而且是一定要请我们吃饭。感谢，以示感谢。薛总来了，你们跟他确认一下。今晚我请各位吃个饭，望大家抽出点时间。主题：冒号感谢何总。哎，对了，雨晴，你身边有没有喜欢男孩子？我刚刚就是说，朋友的朋友也是。啊？大家以后都是朋友了，不要见外。对啊，我知道都是朋友了。那你先没。等我的还没拿过来。对，我的还没拿过来。那我们喝。就是你身边有没有喜欢的女孩子？不是，我看到你有点紧张，我现在语无伦次啊。你什么情况是让我有点上头的？我还没喝呢，已经。为什么你看见他这么话都不会说啊？为什么你看见他话都不会说？这足以证明上次我给他面子，然后给你刷了一点飞机啊、钻粉之类的，就证明是镜头前都有面子。你说你是女主播的话，不知道多少人会对你冲，真是。我
唉，就是你身边有没有自己喜欢的男孩子啊？就是现在，但恋爱还是没有谈，但是有没有自己比如说，哎，这个男孩好帅哦，你说有点意思之类的，有没有这种人？没有，没有啊，一点一个都没有啊？没有，真的没有吗？你想说什么？不可能吧？没有，眼光太高了。你眼光太高了吧？眼光太高了。他下一句要问你觉得我怎么样？不是，你觉得我？我们不都是朋友吗？不是不是，我不是说我自己，我跟你讲，我前一段时间因为家人生病，知道吧？我老了很多，我本来都不是。我给你看一下我本身的照片啊，没开过美颜的。我眉毛一刮啊，我是刮过眉毛的眉毛，你看现在我是刮过眉毛的眉毛，13000块，就是我这把这眉毛刮掉之后，收过13000块，是一个观众转我13000块，只是让我刮刮眉毛。上次染个头发，允许我，啊，允许。上次染个头发是，当时安排《天使之恋》5000。染头发，你昨天没染啊？后面又剃掉了。有一次去外地直播，在深圳的时候。所以有人说的，一个男人长发的时候帅不算什么，那板寸的时候也帅。你不是不抽烟吗？我这刚买的，今天刚到，我试试味道，这个菠萝味道。哦，你电子烟你抽的？嗯，这是不是很好闻？是。还有一个椰子味的。哎，这个电子烟好像，我看最近抽的人挺多的。我抽一个。太甜了。嗯。抽不了这种烟。我喜欢甜的。抽不了这种烟。有的人会觉得很腻。这一个多少钱？这一个才88。贵了。贵吗？我之前买的那个是那个叫做福禄，福禄你知道吗？就很粗的一个那种福禄，福禄大概才50多。照片呢？你说的那是一次性的吗？一次性的，这是能充电的。福禄也能充电，但是你抽完以后就没了，对不啦？其实我说实话，各位，电子烟这个东西啊，抽到后面没有任何用。我抽着抽着，我又抽回普通的烟。电子烟瘾比那个更大一些。这边是。你们这边网不太好吗？你连那个裤兜里，然后手机验证码。哇，好凉。红包给雨欣打个分吧。啊？那个我直播间女嘉宾当中，她的颜值，她的我先发一张我的照片，我让雨欣先帮我打个分，然后我再打分，不然我给人家打个99分，人家给我打30分的话，我会觉得，万一我就是，等一下，但雨欣啊，我先给你打吧，就是说我是不求回报的，不求回报，啊不是，雨欣你应该在我的颜值视野里应该打90分的，就是90分。还有90分挺高了。你完全没有东北女孩的那种粗犷。东北女孩不叫粗犷，叫直爽。直爽吧，都很直爽。但我碰到几个东北女孩，我们关系不太好。我从来没和东北女孩有过同一餐桌上吃饭的经历。他们说我不像东北的。是啊，你看你的瓜子脸，然后嗲嗲的那种。他那个验证码在哪里？你都说我像江浙沪的，没有说我像东北的。哎，雨欣，这个是我妹妹啊。这是人家观众正好那个点那个点理发嘛，然后理发理成这个样子，就这个样子。亲妹妹吗？哎，头那个眉毛也染了。啊，眉毛染加起来5000嘛，人家这个是花钱去染，我是赚钱去染，这就是能力的象征。啊，他给了你5000是吗？对对对，给的观众。
长沙你去过吧？去过。也是月球，就是说解放西路是最热闹，但是这个是最高级，最高级文和友这边。文和友不是我跟你去的吗？也是月球斜对面就是一个 KTV， 就是长沙最好的一个 KTV， 1800块喝酒，就是一个女的1800块。哎呦，我怎么和女孩子聊这么低俗之事？就是夜总会，叫来雨晴来。我这种地方我不去了，都是应酬。这个人说话他就是有点脑回路，就是大进大出。大粗的就想到什么说什么。现在你平时的那个业务忙吗？还可以。这广告接的多啊？现在不接了，不上镜了，胖了，胖了就不接广告了。是你不想去还是人家没找你啊？不想去。我下个月找你接个广告，就是说你如果说你看得中，就是说这叫 VR。啊，不是 VR 那个实景的那个有游戏 VR， 然后那个戴眼镜，走走秀之类，15分钟那种，出场费，1500块，这会不会太低啊？就是待一会儿，走个 T 台，你本身是模特嘛，我感觉你的面表情很真诚，真诚，1500，你居然很真诚的看着他点点头，怎么走？难道人家应该说不接我那个雨晴长得是可以，然后对吧，也是优质，就是说但他不搭架子。我知道你想说啥，这是没有架子，对吧，换到别的人就你要是不讲，觉得那个出场费太低，但这个不低，2-3分钟是走个 T 台。上海吗？上海啊，光大展会曹宝路那边。你上海逛的多吧？还行吧，不太逛。你闺蜜多还是那种异性朋友多一点？闺蜜多，都是女生朋友，不是没有男生朋友，男生不认识。我跟你讲，男性朋友就是我们这种少交。什么？不是男性朋友就是说少交，也是我们交我们就行了。哦，我听着你们。就我们这种少交，不要和你们交。不是我们交，然后其他的少交。不要和你们交。其他少交。差点翻车啊！喝吧，是要少，就是外面少酒，因为现在外面坏人太多了，情感生活泛滥，男的接触你肯定是下半身思考，就是男的接触你肯定是下半身思考，你跟他没办法交心的，你跟他交心，他跟你聊今晚那个怎么到我家那个怎么，然后我82年的红酒之类的，伸他手呗。就是手呗，芥末吗？你不蘸芥末吃啊？蘸芥末吃。你们那边爱喝散篓子的吧？啊，肯定。东北散篓子，还有东北大鹅。散篓子是啥呀？散篓子是你们东北的那个自己家里面做的那种酒呀。那给他。王琦吃过饭了吧？没有。叫外卖吧，这里没什么东西吃。你叫外卖，他送过来。今天我。就吃这个，也不是我。东北那边喝啤酒比较多。东北那边喝啤酒吗？嗯。老雪啊，老雪就是沈阳的酒，哈啤嘛，哈尔滨的。哈啤我一直喝。然后那个麦芽浓度很低的。老雪，你要是去沈阳的话，就会喝到老雪了，这边很少。雪花嘛。要不帮你叫一点，王琦。啊。不用，真的。这你看都饿成啥样了都，都没饭吃了都。吃黄瓜是一样的呀。坚持，少吃。你尝尝你那挺好吃的。我一般喝酒就不吃东西。纯饮啊。喝葡萄酒舒服，喝那个洋酒喝的要吐，那味道。洋酒我都想吐。你要不喝羊了呗？可以啊，等这杯喝掉好了。好，来。雨晴，初次相识。我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我在读，我就是平时跟女孩不怎么说话，我紧张着我。
没事，我也内向。你什么星座的？那么内向？跟我们不合。为什么？双子跟我们不合呀。你是天蝎的，我是处女座，更加不合他。然后那个是什么？你双子座是？双子跟什么合呀？双秤呀。天秤水平。没事，事在人为。哎呦，你他妈研究过星座了？不用研究，谁都知道。那谁不是双子吗？谁？老张。老张是什么？老张也双子。那我跟老张不是挺合的吗？对呀、老张也双子。男女之间不合、但是男女之间做朋友，男女之间如果谈恋爱啊，生活中的暴露。那双子的女孩子是什么样的女孩子？双子的女孩子啊，我这样的呀。就是她这样。什么性格？性格就是比较就是说，你跟她争一桩事情，她一定会跟你争到底的。然后他也有自己的思想，他那个双子，圣斗士里面有两面性嘛，一面什么呀？怎么？但不是双面人的意思啊，不是那个，就是说是他性格有时候那个，你比如说他静下来一个人的时候，有可能性格又不是这样，他有可能脾气不太好的，其实，他现在样子是很温柔，他脾气有可能不太好的。哦，是不是脾气不太好？你是不是说的对吗？你其实脾气，但是我一般不发脾气。我知道，你只会在。很亲很亲的女生面前发脾气，我们还不够亲。以后没事，你想发泄的时候都可以啊。对着我们发泄。对对。就我很生气的时候，他会发脾气，一般不会发脾气。你的怒点是什么？触碰到我原则性的问题。基本上没到我认为的原则的时候就不会。你听，我在做，我不是不，我吃点东西以后，我喝一会儿，等我喝洋酒的时候，我可不可以把这个包跟我的这个位置换一下？他坐你旁边，我也坐你旁边，可不可以？但是我就是说这样说话近一点，因为我觉得现在有个桥隔着，就是说那个有个桥隔干嘛？你把我当桥了？我是桥，姻缘桥一样，就是那个梁山伯与祝英台啊，不是牛郎织女，不是有个什么桥拱桥啊什么那个桥，就是太远了。我好像我是在跟你谈生意一样，你看我这边，你在对面之类的，大家呵呵呵。没事啊，我不介意，我那往后一点不就好了吗？我就桥往后移移不就好了吗？啊，没事，对吧？我也不挡着我这个桥。你有没有觉得我很新鲜？我点水饺，你知道为什么？南方不吃这个面点，水饺啊什么那个北方吃，对北方吃。前面那个薛总在哪里啊？他在车上，他前面大概二十分钟到。他从哪里到过来的？不知道，他在那打的士，在路上。雨晴吃，不要客气啊。啊，我不客气啊。这一顿薛总买单，不要客气啊。不客气，放心。那老板，薛总不买单呢？薛总不买单，红毛买单。哎，我也是这样想。薛总不买，我来。大气。哎，你这件衣服挺好看。嗯，就是这怎么画质这么差呢？现在噪点好低呀、啊。我能把美工换上去，这样会好一点。大气大气。皮肤会正常的。啊，皮肤会正常的。这也行，也挺好看的。薛总二十分钟左右到。对。薛总那件衣服要5000多呢。棉，没有棉，挺好看的。再瘦点就好了。这样。不能再瘦了。差不多了，没有，脸再瘦点，脸要再瘦一点，嗯，脸要再瘦一点，等我过年再回来的，不瘦了。你什么时候回去？1月份啊。一月份回去，到几号回来呢？他不是21号过年吗？啊。呀，过完年吗？过完年回去。够瘦了，哪有够瘦？脸不瘦，兄弟。哎，雨晴，你们俩不合适啊！你们俩不合适的，坐得再近，你们我先说一下，黑总，你们俩不合适的。我坐近点，我得同框啊！啊，对，同框。大哥，
通框不行吗？真的是。我也就是这个。小贝，这个女嘉宾好看吧？小贝，小贝跟你介绍一下。小贝是谁呀、啊？我见过，在新加坡。嗯，没见过。一个好大哥，一般情况下都是关系很好的，然后也是上海人。在直播间吗？在直播间。飞哥敬你呗。来，飞哥，我跟他一起敬你吧，飞哥。感谢飞哥，谢谢。没有美颜，真的是没有美颜。哎，小贝怎么不说话？不在吧？走了。应该在，应该在。在的话，应该就说话了。嗯。这外套还挺好看的衣服，是吧？嗯。他为什么不喝酒呢？其实昨天本来想约他的，但是呢，他昨天打了电话发了消息，他说他喝吐了，喝吐了就算了，没有约他。昨天喝多睡觉了。啊，喝多睡觉了，本来昨天约。所以他今天过来，他喝吐嘛，跟我们想想算了，就自己喝了。再喝没了，再喝人没了。哎，洋酒、红酒、啤酒、白酒，你最能喝？红酒。红酒。嗯。比较温和一点。嗯，平时还是比较喜欢喝红酒。我感觉红酒对皮肤好。对，稍许的对身体会有好。对，并且呢，你睡觉前嘛，喝红酒会助眠啊。会助眠，真的，其他的就不行了。东北人会怕，我是假东北人，真的假东北人。哎，你们听他口音，你们听得出东北口音吗？我听不出。好多人都听不出来。因为你一直在南方。嗯？你一直待在南方。没有啊，不是刚来上海吗？谢谢星星，谢谢星星的。铁子跟人说话的铁子，这就听得出了，这不就能听出来了吗？感谢星星的十个魔盒，星星跟你介绍一下。嗯，谢谢星星。你不是喜欢看足球吗？你到上海有个本土球队吗？申花呀。申花二线队。啊，对啊，申花。他是申花二队。现在在我心里吗？那个林峰。谢谢星星的跑车，感谢星星出了个跑车，谢谢星星，谢谢星哥，大气的大气的星，谢谢星星，谢谢星星，生日快乐，星星，六月生日我们来，谢谢星哥，星哥，再给力一点，星哥，哎，美女，星哥喝酒了，我衣服帮我解一下，哎，哪儿呢？那、啊，对，哎，你衣服怎么在这儿呢？我本来放在那边，然后我，感谢星哥的跑车，大气。明天去哪儿了？嗯，明天去哪儿？看球能说吗？看球能说。哦，明天开始了是吧？明天开始了。明天开始了，这不是歇两天吗？因为他小组赛打完了，小组赛打完之后歇两天就开始了。不是小组赛，是十六强打完了。哎，这个是该八强了。对。干锅吗？牛啊！不是鸭头。往妹子这里放一点吧。放妹子这里。这个放我这里，我吃这个。放我这里，鸭头，谢谢。有手套吗？要手套吗？手套有吗？有啊。男副手套。这是鸭头吗？这不太对吧？是的。这里哪有鸭头啊？你往里面撩撩。没有啊。来、嗯，你看我看。哦，这个是干锅中式，这是我点的，你有没有点东西啊？我点了鸭头，那还没上呢。哦，吃鸡翅膀。你要手套吗？啊，要手套吗？我要。哎，你不
觉得这身衣服和这个酒吧还挺配吗？和后边那个背景墙环境来拍照来了。兵哥你瞅啥了？兵哥啊，不是兵哥你往哪瞅呢？啊，不你说到这件衣服我就观察一下，就是对吧，你没照着我对吧，我刚刚节目效果，我以为照着我就故意弄出这种猥琐的形象，这样子我真的很难照，你知道我为了就符合直播间的人设，我故意看到那边，我平时不看这个地方的。你盯着哪个地方看呢？我以为你在照着我，那我就盯着他胸看呀，对不对？就是节目效果，我没办法，我牺牲自我呀，我在社会上我会这样吗？是不是？这是文明的城市。你这衣服这个拉链就是说是属于短的那种，你里面也穿了对吧？穿了呀。里面也穿，就是说在那个外面就注意安全。嗯，放心。其实上海治安还蛮好的。我不在外面。难怪在地铁里面或者公交车里面啊，都看不到这样的美女了。这些美女都在坐骑里面了，就是。坐骑这不知道。座机是车的连车里面啊，车里面就叫座机、喝吧，现在叫座机了。为什么你这杯酒喝到现在还没喝掉啊？你喝完以后你喝洋酒、啊、我知道慢慢的。下次还跳才几点啊？在座机里哦，这是啊，哦，你身边有那么好的朋友，这个早点不介绍认识，以后我们喝酒找你啊！我操、啊！不，我但凡身边有个女的拉过来，你哪个他妈不气走了？之前我跟你讲，好多原因啊，但凡我带个妹子，跟她只要吃一顿饭喝一顿酒、那个妹子就再也不出去。为啥呀？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哎，你请我跟能哥你握个手吧。可以。我告诉你，你手怎么那么冷啊？我手很凉，这边没开空调。但是哦，我有个女嘉宾知道不知道？我说，哎，我们握个手，她跟我手指这边吧，这样跟我握手，就是。后面我在想，这，但是这个女孩子是上海本地的，就是、有点怪，你知道吧？谢谢谷谷的飞机，谢谢谷谷，谢谢谷谷，我后来谢谢老板，我后面吧就对她的人品吧一顿输出。当然我这个时候我刚跟他面的时候，我说他你怎么跟个公交车似的，就是后面这个女孩子就不来了。因为公交车是什么意思？这是形容女主播的，就是后面这个女主播就不来，因为她这个握手不好好握，她就是你在说谁啊？人情世故。那个我在说前一个女嘉宾啊，不是后面不来了吗？别叫他妈的直播间很多人以为他问你，别乱说啊，我操，真的是。再前面一个女嘉宾吧，是因为这样的，就是不小心在那个我们俩都喝多的情况下，你俩怎么会喝多了？我们俩喝红酒喝多了，他一来就把我倒了一杯满的，人家只有男的灌女的酒，他是女的灌男的酒，然后我们俩都醉了之后嘛，终结者，他妈真的是终结者，不经意间我们两个抱在一起亲了，后面就直接给抱、这个我就不，这个女孩子就不提了。这个在之前一个是什么？在之前一个是，在之前一个是，就是说。我就那个在他同意的情况下摸了摸他大腿，为什么要摸人大腿？他冷。后来我把这件衣服，哪个你摸了大腿啊？就那个不能提的那个，就是那个不能说了，不能说了。长得你有可能认识，而且你有可能认识。他不认识。你不认识啊？应该不认识。他们不是玩一起、后面但是那我摸摸应该偷偷摸，我摸完之后我到处去说了，女孩现在绝对不出来了，我本来单独约人家出来，人家还不就出来玩玩，就是这种事情嘛，两情相悦应该你这个闷声不响，人家说闷声不响发财，知道吧？你闷声不响摸，你闷声不响肌肤之亲，我是闷声不响我是肌肤之亲之后，我然后还到处去宣传。因为为什么我现在我不是说不尊重别人，这人家再怎么说是名人，我认识吗？我跟人家就是说那个，就是说我意思是什么？我觉得很有排面。什么很有排面、就是说
我能跟人家有一点点肌肤之亲嘛，而且人家是女人，很有牌面，我就到处去说。嗯，我就到处去说了，知道吧？照道理应该不说的，我很后悔，我早知道闷声不响，对吧？后面还能生米煮成熟饭，哎，得了甜头，然后到处去说，对老板的心不去。你理解什么意思啊？就是假设，你喜欢一个男的，但这个男的其实也喜欢你，但是你也不希望你们俩那个开心过以后，男方到处去说这个，我等于是到处去说了，好，这个女孩就不出来。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是，哎呀，谢谢歌神王叫暴揍驱王红兵的一架飞机。感谢老板的飞机，感谢的特别好，这是宝，谢谢老板。真的非常，这个名字他妈起的好，嗯，挺好挺好。歌神王叫暴揍驱王红兵，这是他的外号。嗯，我外号驱王，我外号歌神。驱王，驱王什么意思？驱王就是说游戏有一个叫大舌头，叫八王蟒舌头，就是你玩过王者荣耀和就是拳皇一体的一个，以前徐福，你看过古今大战秦俑情吗？嗯，古今大战秦俑情，敬一杯。没见过啊，就是那个就是张艺谋演的王红兵的巩俐那个古今大战秦俑情，没看，就是在就是一个电影啊，秦始皇派了那个300童男童女到那个就是说去找那个什么，就派了徐福去，徐福啊和第十天就是到那边，后面那个发展就是八王蟒蛇，然后那么蛇就联系在一起的，我叫蛇王，官方给我认证的，我大蛇宇宙的年代的电影了，他怎么可能看过？红毛就会抢王道风头。我不要风头呀，他是工具人。哎，不是抢，不是这抢风头，我哪里要抢风头了？你说当初去广州，当初去那个什么地方，那个没有人要抢呀。那个时候不是观众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吗？那个佛山的游戏厅啊，或者是那个劳拉，就是。太古仓都是观众要求的呀，嗯，这个叫歌神什么谁的那个暴揍谁的那个 ID， 你神什么呀？你就是个不悔事呀，不悔事。好吃吗？这个吃什么？没有，之前在外面吃的干锅鸭肉好吃吧？不够辣。这个啊，不辣。你尝一个。我不吃。我尝一个，我喜欢吃。哎，就是这样，就是，嗯，你直播是因为什么不播了？后面，如果你播的话，我们还是同事了以后。因为播不下去了。什么？如果你播不下去，太累了。全天下的人还有什么？没有，太累了。一定是你太注重才艺。不是，你知道粉丝说啥吗？啊？你知道粉丝说啥吗？粉丝说啥？粉丝。走的时候在下面那个留言吗？他不是有留言功能吗？说是雨晴走的还挺对的，说是不惜的伺候你。嗯，哎，是这样，这雨晴啊，是这样，王阿姨一个月可以赚100万，你们颜值不相上下的，难道你没他放得开？他怎么放得开呀？是某某某那个，就是什么的，这个主播也别提了，一提又要带节奏。我蛮喜欢他的。就王阿姨跟你长得很像，他曾经啊约我到徐汇日月光，本来下午4点，谁知我没胆子去。但是你知道，我跟王阿姨其实以前关系蛮好的，然后做 CJ 都认识。你知道王阿姨现在为什么把我微信给删掉了吗？就是因为我和这个人经常一起吃饭。啊。然后我的微信就给他删掉了，莫名其妙删掉了。但是我跟王玉山本来蛮好，都是因为有那种破坏的人嘛，就是黑粉，但也不是完全是破坏的，也不算黑粉，破坏者。所以但凡各位在我身边的女的，都给这个人破坏了。人家会说我坏话，然后那个就是说弄得人家很烦，人家对我印象不好。然后一哥们因为跟我关系好，然后他们也不好了，但也没事，没什么交集，只要你跟我们好就可以了。那快了，不会了，不会，没事。我有一种预感。我也都预感雨欣你快没了。雨欣，你只要记住两点保护你自己就行了。第一，千万不要用你的号登录到斗鱼去打字，不要申请一个号到斗鱼去打字。但其他观众可以啊，就你
你既然已经上镜了嘛，你就不要申请一个账号去斗鱼打字。然后第二点，你的抖音号千万别告诉任何人，在这边啊，或者是这边啊，好吧，这两点保证好以后万无一失，没有任何人可以网暴你。你怕不怕网暴？真是坚强的女孩子，找老婆就找这样的。你先放心，我们做朋友会保护你的。一会儿嘛，一会儿另一个人来了，让他坐 C 位，我坐到你边上，但是我就坐这个位置，我不过来。因为我有些那个就是说家常的事，就是说朋友嘛。对啊，做了主播之后，我不像毅哥是室外的，我室内面对四面墙壁，就是说非常的压抑。虽然我有很多女主播是我好朋友，就比如顾北宁啊，什么那个你不认识的，还有那种那个对吧，阿冷啊，阿冷你知道吧？不认识，谁也不认识。就是虽然这些，但是只是荧幕上纸上谈兵，我从来不喜欢跟人家镜头前。我有这样吃一点吧，是什么？就吃一点东西吧。哦，好。他们说让你吃一点，别说话了。哎，你照着你们呀，美女的镜头是最重要的。没有动，传那个我。他们说你的话有点密了。受不了了。受不了了。是不是太啰嗦了？都受不了了。哎呀，是。哎，你有没有受不了？我还好。我其实蛮重视这个朋友的。啥时候变朋友了呀？他也没答应你啊。啊，不，这种你答应了人的。这没答应啊！我又没跟人家谈恋爱，我跟人家做朋友。做朋友也没答应啊！不用答应的，做朋友是不用答应的。做朋友为什么不用答应呢？就是有来有回就是朋友了呀。怎么叫有来有回呢？他让我刷给你飞机，上次那个我刷，我就是把他当朋友了。今天我知道他来，我要赶过来，我就是他一定会把我当飞机。我没应啊，他也没说过洪明是我朋友，你说过了吗？这句话就不用说的呀，都是朋友，都是就不用说的这个。格局高，有格局啊，雨倩啊，人善心美，啊，有格局，王琦在，小董，先吃东西啊。没事，认识的不都是朋友吗？还有雨倩，就是说你之前没做下去嘛，绝对不是因为。那个我告诉你，你这么漂亮，越是跟我说做没做下去，那个时候做主播吧，我只联想到两点：第一，你做着玩的；第二点就是那个你没有去触碰底线。很多女主播没你长得好看，然后也不怎么会说话，人家私底下做一些那个就是说空降的事。空降你知道什么意思吧？老板刷点那个，然后线下跑跑，我就欣赏你这样的女孩子。找朋友也找这样的，找老婆我不知道。过心了，过心了，兄弟们，差一点点，差两口气。我就播着玩玩。但那个时候你叫做不认识毅哥和我，不然的话你现在说不定一百集那种那个到处接单，然后那个商务单啊，商务单就情况就不一样了。认识完了。那个时候前几天我看你们在一个不是这样的那个是比较吵的那个酒吧嘛，你那个笑容啊，就是你让我刷礼物的那天。嗯，那我知道了，不都好久了吗？还放在美女贴，就是你那个笑容啊，就是说那个那种灵性啊，震慑我的灵魂。就是说你那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一个人就是在那个比较无聊着，我正好看直播，因为看直播的人大多数就一直守着看着我，首先是无聊的时候看到，就是一下子啊，就是说被你震慑住了，被你震慑住了。什么被他震慑？他的什么被你给你震慑住了？你那个笑容，你那天穿的比现在性感，穿的黑色的吊带啊，不是吊带呀、啊，反正是黑色，露肩的，
就那个被震震被你震慑住了。你对陆谦呢？我想，哟，不错嘛，黑人艺不错嘛，找了这次整的女嘉宾，这么有质量，哪里认识的？真不错。你会不会觉得他话有点多了？啊，还好。是这样的，如果你一旦觉得他说的不好，你就可以就不理他。嗯，我重视这个朋友，我一直很正常。是吧？是啊。没有，他拿我当朋友。对吧？人和人相处都是从朋友做起啊。我要跟你做很好的朋友。来，这冰的少，就是尤其那个现在没有那个例假，就这种冰的时候嘛，你们年轻的女孩子，就是我是80后，你们年轻的女孩子知道吗？有些女孩例假来的时候照样吃冰的，这样不好的，以后就是。啊，我不会吃的。我觉得我喝的太少，不够礼貌。那干了吧。你喝了以后，你把那个洋酒喝了。知道，知道。先吃啊，黑人你吃呀，黑少，薛总买单呀。我问一下薛总到哪里了，我先问一下。哎，你出去找他的时候，你帮我到车里面把我那副包里一副眼镜拿过来。他来了吗？应该快到了。嗯。帮我眼镜拿过来。你们不健身吗？啊？我说你不是不健身吗？老花。老花了，远视。看我眼睛干嘛？看我眼睛。谁看你？看那个弹幕上。我不是不吃，我吃饱了，我不想吃。怕胖。晚上还少吃一点，但是我这个点如果不吃的话，我到2点钟的时候我会再吃一点。就2点的时候我就饿了。哎，各位老板，就是说今天就是说，因为今天有女性嘉宾，美女在，就是说我尽量少喝。如果非要我一杯一杯干宣威的话，一个火箭一杯啊。但是我虽然不想喝，但是没办法。一个火箭一杯啊，我其实喝不下。多少一杯啊？换个杯子。这个葡萄酒也倒不了几杯啊。不是，我说，不是这个一满杯，这个一满杯太多了。啊，我的面，来拿过来。你不是刚吃完饺子吗？饺子只有两三个呀。饺子我是吃给雨晴看的，东北的那个饺子呀，我是吃给雨晴看的呀。啊、吃给我看。对啊，我特地吃给你看，我不爱吃饺子呀。我这人很容易入乡随俗，我如果到东北，我也是那个大鹅、你们那边有大鹅的对吧？有。大鹅那个这种炖的呀，乱炖。东北大乱炖，我从来没吃过东北菜。什么时候去感受一下？东北菜挺好吃的。你们去东北，招待你们。招待的话就是伯父伯母没关系吧？你招待的话，就伯父伯母这个就是没关系吧？就是那个。啊，就你在东北肯定跟爸爸妈妈一起啊，是不是这一块？就这个？不是这，我包里面有啊，没看到，有个眼镜盒，包里面有个，或者车里面有个眼镜盒，在车里面，没有就算了。对，你来南方，你我们也要请你。也要招待你南方菜。南方菜不上海本帮菜吗？我跟你讲，本帮菜其实你吃两三次就腻了。到上海来啊，最最著名的是什么呢？日料。因为上海古北一带已经把日本当地的那个厨师已经请到那边，你随便找一家日料店，都是美味价要比日本当地都要好。尤其怀石料理，你吃过怀石料理吗？怀石料理，你们都能够猜到他下一句要说什么？太贵了，没事。哦，那个不贵不贵，
我认识一家怀石店的老板，我以一个探店的身份，我可以去那个请你吃，不用钱，你随便点，就像是自助餐一样的。啊，不是按位来的吗？一位多少钱？我知道，但是我以探店的形式啊，探店你知道吧？探店。他们不都是配好的吗？今天有什么食材吃什么呀？不是，是单点的。怀石料理是单点的。怀石料理最早，怀石料理最著名的是河豚刺身和蓝鳍金枪鱼，这两个刺身之王。但是怀石料理嘛，你知道为什么叫怀石料理吗？以前有个穷人在一块石头上，那个当时没东西吃，用石头擦出那个火花，然后在石头上烤物。薛总还有五分钟到，他说。其实怀石料理本身都全素的，全是素的，但为了增加高贵的那个就是那个档次。所以添加荤的。为什么你会觉得在跟你说话的这个男人你居然能听得进去呢？因为我说的都是知识面。你不会觉得听了要犯困的那种感觉吗？有吗？没有，人家眼睛瞪得很大。我说的又没废话，我说的是重点的东西，就是我要请人家吃东西，我应该跟人家介绍这些东西。这里的东西呢，既不是本帮菜，你说川菜也不像川菜，湖南菜也不像湖南菜，那更加不是北方菜。那也有，有。这里的不叫菜啊，就是下酒的小吃。在9点之前也有菜，就是那种菜，真正的菜啊，主食。我被他说了，他妈的，我都快睡着了，他妈的。所以你并非优雅之士，你看人家雨晴没睡着。等。老花不是近视，我爸也是30多岁的时候老花的。欢迎烦恼，欢迎烦恼。哎，你戴这副眼镜会好看一点，你试试。你戴多少？你别戴，戴了会头晕。你戴会感受一下。你别说，我觉得你还真挺适合戴黑框眼镜的。嗯。一下就显得脸很小。哎，有点二次元的那个味道，啊，文化气息啊，有点那种感觉。老师，嗯，特别是穿了这件白衬衫，太他妈，对，太他妈有电影效果了，就是这种感觉。那再来一句，我教一句话。奥尼桑，奥尼桑，奥尼桑，扛把呢？扛把呢？扛把呢？扛。奥尼桑，扛把呢？加油。康巴内加油嘛！奥尼桑，奥尼桑，康巴内，康巴内，来再来一遍。他们说都说错了，说错了吗？那咋说？奥尼桑亚美得。我叫你这样，你不管吃完饭之后，吃完饭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或者是社民主任吃饭的时候，你现在这个时候都可以说，你吃一口都可以说的话，就非常简单，叫 kimochi， 这就很适合你啊。kimochi 就是很好吃，很舒服，就可以说 kimochi，kimochi des。我真的，你真的，你说这句话特别有感觉，知道吧 ？Kimoji， 啊 ，Kimoji， 不是 Kimoji，Kimoji，Kimoji 的意思 ，Kimoji 就很舒服。很舒服。你跟我聊天舒不舒服？你跟我 Kimoji， 然后知道，你不管早上晚上都有用得着这句话的，知道吧 ？Kimoji 确实是舒服的意思。啊 ，Kimoji， 你吃一口这个，你丫头觉得很好吃 ，Kimoji。我觉得他一般。那就不 kimochi， 那就不 kimochi， 但你爽的时候一定要 kimochi 啊，雨晴啊，就是说那个谁让你性格那个闺蜜方面、男朋友方面，就 kimochi 就是啊，这句话绝对用得上。老师，怎么有学生吗？那你去搞一副黑框眼镜吧，蛮适合你，蛮适合你。去搞一部，搞一部平光的。嗯。没有，在肚子里头。拍照好看。你戴那个无边框的那个也很好看。老师，我要上课，别戴了，戴了眼镜坏了。戴。来，闭上，喝了。应该说。今天他喝酒怎么办？啊，不是为了女嘉宾的安全着想，就是说我冷静的。啊，我安全，我可以喝酒。
会不安全。因为他喝多了，他回来说话。成长了。你帮他倒，给他喝洋酒吧，红酒杯给他喝。我喝多了，我喝多了会对观众乱说话，但你会被吓到，知道吧？很多女嘉宾也是因为这点。但对跟你是无关的。没事，我不会吓到的。阿伟，你不用倒，我来，我来。你一般喝的是这个酒吗？我不想看见这个酒。哦。你用另一种心态，谁在什么社会上灌你酒啊？没人灌我，没人灌我酒。那你为什么会喝多啊？尽兴为了。自己喝多的。你骰子玩的好吗？不好，一般。十点半啊。不会玩。哦，好好。这会玩不代表是风尘女子，不会玩也不代表不是风尘女子。就是我问你，我爱玩《梦幻金花》，玩的可好了。打牌都不会。笨，游戏都不会。韩国出产，什么韩国出产？他说我鼻子，哎呀，粉送掉了，你轻点送，粉送掉了。真的呀？他没有那种呀。哎呀，真的呀。真的呀，朋友之间不能上手。不是，我帮他们证实一下，是真的。对呀，是真的呀。好，这没事，餐巾纸有啊，这个。给一拳，你给我多少钱能给我给一拳？谢谢我烦恼，谢谢烦恼老板的一架飞机，谢谢烦恼的飞机，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谢谢烦恼的飞机。老板敬你。哎呀，他很会直播。老板你看多好，还有美女给你敬酒，那不得多上点，老板。会的。各位老板们。烦恼会的。感谢烦恼。哎，你有没有把头发那种扎起来过那种感觉？扎起来过呀，这样吗？这样。哎，这种感觉也不错。嗯，这种感觉也不错，都挺好看的。扎起来，就是，略微成熟了一点，然后性感了，又性感了，性感。性感。本来就性感。薛总马上来了是吧？对啊。没有，让薛总坐这个位置，不然不太礼貌。可能因为今天衣服的事情，注意一下。等一下我坐过去，等一下我坐过去。老师能上一下语言课？你没看最近抖音里有句话特别火吗？什么？是那个。巴山楚水凄凉地 ，Baby can you kiss me？ 什么？巴山楚水凄凉地 ，Baby can you kiss me？ 巴山楚水凄凉，什么意思啊？这句话？就是这两个说一块比较押韵，对。抖音最近反正说这个话很火。我没懂。没有，这是个梗。哎呀，听不懂，哼。哦，他要我亲他是吧？不是，这句话的意思是，这句话的意思是。哦。关于亲这个的呢，你下回下了播以后，你再说这些。啊。哎，没有，下了播之后嘛，你就是说，就是他下播之后嘛，你其实。也可以打电话给我，就是我都有空。好的呢。我等会留给你个电话，但是你不用把你的电话告诉我，就我只要看到你电话来，我就接了，和我们聊聊。就是有时候直播的时候不太方便说的那个，我就是说那个，他打电话给你做啥呢？
聊聊呀，就跟你打电话一样的聊呀。我聊什么呢？啊？聊什么呢？有什么好聊的呢？聊人生？不是聊人生。聊什么呢？聊点那个。聊家常。这打情嘛，跳的东西，知道不知道？但不是打情嘛，叫朋友之间也可以，闺蜜之间也可以的。这种打情嘛，就不是说男女之间那种，搞黄色啊之类，不是这种，不是这种。你明年那个就是说过生日，我和黑人一起帮你过。这个女的我认识，是个男的整的，叫什么来着？啊，是什么？我操，你男的呀？不是男的，云阳，刚从泰国回来，之前在泰国待了两年。艾比，对，我之前在泰国待了两年，被你们拆穿了，兄弟们，天啊！泰国倒真的是整了他妈的全部是一个样。哎，你没去过泰国？没去过呢。可以去了。没有去，待了两年。哦，对。啊，对。变回来了，变了个性回来了，是吧？嗯。艾比是好看的呀，他虽然是个男生整的，但他确实是好看的。我操，你们这个他妈的，这是真的是口味挺重的呀，啊！居然有人还说看了挺感兴趣的，我操！真的是。但是真的，他长得挺好看的。还有那谁也是，那个理由。红碧，你刚刚眼睛绿了。没有没有，我在抽烟。你看哪里呢？这照着你们，我在抽烟。没照你。好。你盯着看啥呢？看到了，这边餐巾纸不帮我们准备吗？我去问问他啊，我去问问他。前台有餐巾纸。你吃两口。我接他一下，他说他到门口了，我去找他了。胡桃影音乐餐厅，你找不到的话，我就出来找你。樊老师回去了，樊老师，那个回头组织一下喝酒啊，喝一点。但是喝酒之前，樊老师问你讨个飞机应该没问题吧，樊老师。啊，今天都见到美女了，啊，可以是吧？好，感谢。他看见我了吗？感谢樊姐。哇，你刚用手吃这个餐巾纸准备一下，然后我把我的衣服放在那边，包也放在那边，然后再让薛总拿一个椅子坐这边 C 位。薛总是老板，然后我就把我的筷子拿过来，然后哎，你鸡米花怎么不吃？老板都这样，好，不吃太油了。我来走，月底吧，月底。鸡米花太油了。这个我的杯子吧？哪有鸡米花？这个不是你的，你杯子是这个。我吃。这个谁的杯子啊？没人用。哦，算了，你就用哪个？哪也没人。我用那个喝过，这个喝过。我觉得东西偶尔吃一次，反正我看着管吃。水爱好吃。你真是吃东西会控制说，知道吗？没发现吃东西吃得很慢吗？就是吃了多少消化一下，吃了多少消化一下，牛逼啊！对，吃得很慢，吃得很慢，所以就不快。来，鸡米花条。我不吃。最后你要坐这位。这里照不到。我从那个秀阳路过来，我骗你一个，你知道秀阳路啊远，因为我又那个嘛，我查了半天，你知道吧？我也是临时的。啊，请坐。然后我说是周期的岗，我说他客，我就说这啥情况？今天我本来安排一桌饭的，知道吧？薛总坐这边 ，C 位。啊不，我就是，没事，你坐这里。
我一查，今天本来安排一桌饭，就是昨天那个海鲜，我说好了。然后那你说有什么？那个薛总跟我们汇报一下，今天你去哪些地方了？秀阳路啊。早上起来以后去了哪里？吃了什么？早上先公司写报告，写日志啊。日志，然后吃的什么呀？早上就随便就喝稀饭呀。稀饭，然后中午呢？中午吃的啥呀？中午就吃了一个那个，就我们就是，这能说吗？能说。不是霸王餐，就是我们商家就是去摊店吃的一个餐嘛。就是也等于是霸王餐嘛，摊店的。不，要做事的一个。啊，对。然后呢，晚上呢？晚上呢？晚上我还没吃啊。不是我做事，我中午吃完晚上我没吃啊。一起去啊？不要，一个我来正式跟你说正事儿，就我安排好了，那个在闵行，我问了，离这就是我看一下那个导航，就是11公里。老板这帮微信都加了，人家说你来，啊，人家可以就是提前吃东，你可以看微信吗？你本来是请我们吃饭的啊？对，你说是那，因为我的意思吃饭就别吃了，就请我吃这个吧。不，那我安排好那个场子了。安排好了，对，都安排好了，吃饭也可以，唱歌也可以，酒吧也可以。然后那这个因为太晚了，确实我没过来，我本来说8:30或者9点过来的，这临时的，我是真的，我会让你看我微信，我看，一切都安排好了，只是说那我因为我们吃饭都从来就不习惯去花钱，因为我们有技术，就是通过我们，你昨天你也看了吗？发了视频，我们通过技术，你今天去按摩了吗？去了呀，就刚通完回来啊。刚按摩啊？我给他把视频做好。是。视频做好了，你看一下，这是我不给他们。不，你不报报了啊。嗯。这我刚做好了，我要发，我明天12点之前要定时发布的。这个是你刚弄的，刚弄的按摩的地方啊。啊，我这就是现在有段子，知道吧？我就每天拍个一样，就探店拍，不给他，只要把事做出来都可以吃的。哎，怎么和那个吃烤鱼是同样的一个套路呢？不是，你不是，对，然后就握着走过去了。就他就是叫培植嘛，明白吗？你和昨天是一样的，不是一样，是大致一样，但是方向就是这样。你就人家就把它拍好行了嘛，反正我不是重点，我主要它不一样嘛，是一变了吧？哎呦我操，这是洗了个脚啊！这女的还是他妈的蒙着面来的啊！真的，我刚才刚过来，我因为我要拍电影，我要探店，晚上不是你没想远一点。哎呦我操！本来是跟你一块儿去的，你说你是可以的，你花号，对吧？一个舒服啊！真的，我不骗你、啊。你早告诉我这么舒服，我就去了。我，那现在都可以去。哎呦我操！不限鸳鸯不限仙，只羡薛总的每一天。去年就这样过来了，然后这真的是要敬你一杯，薛总。哎呀我操！这是。我可以喝吗？可以喝。你要喝啊？哎，好。因为我吃饭，我不。来。羡慕的美。薛总，过得好。一哥的意思是日常操作，我知道不是。一哥的意思是，你反正本来就要请吃饭吧，就这顿你请。不，一码归一码。我们有个习惯，就我们有这么技术啊。不是，你说的请客吃饭是，不是你说的请客吃饭是跟工作撇开了的呀？你看这个是感谢词。我说场子是我在，那我肯定过来吧。但是我可以在周围，我可以在我的客户那儿，啊，在 B 的那儿，我可以比这还好呢。别的还有烤箱羊肉，我们可以搞点。哦，你懂我意思吧？就咱们这我反而就是你请客吃饭是你找地方，对我找地方肯定是没，反正你不需要花钱，你只要来就行了，你也不需要去拍摄，就是我都安排好。你群里没说清楚，我以为就是你说请客就是我们找的地方随便哪里都可以。你每次关键是回来挑，就是让我就是很赶时间，比如像酒吧这个事情，其实你要给我提前能半天或一天说，我安排就是这附近的也可以，但我要选地方。因为他那要报名的，你要一不报名的话，到时候人家就是老板通过不了的话，就是你要提前太赶了，知道吧？所以我才安排了两个地方，一个那个地方，一个太远，我也不知道啊。第二是闵，我看闵行的区的话还说近一点，对吧？但那地方环境特别好，老板给我发视频了，特别好，比这要好要大。不是我不去啊，你找了一个地方是闵行，我搜了一下，大概我这里过去40公里，我来回80公里。40公里啊，我杨浦这边过去40公里。我看那个导航上面这17.3。那是你这里过去，跟我这里不关系，没关系。然后呢，你另外一个地方在哪儿呢？在松江。松江，一个是往奉贤这边走了，一个往松江走了，咱们基本上都快出城了。两个方向是吧？是两个方向。那我真不知道。你说泡吧，咱也不能出上海，你说是吧？你说这松江兜一圈，那我还不去杭州呢，你说是吧？我他学上海是松江区嘛，我没去，没有离开上海。很大的呀，薛总。那也真去不了，薛总。实在是太远，但是我跟他谈好了，说我说二选一嘛，我害怕说你看距离2:1嘛，你说是闵，我看啊，闵行区能进，闵行区能进。你吃点啥？跟他说一下。我不是我跟你就聊事儿，主要是我每次要一聊正，因为先不聊，先吃。
大伙在啊，不这么说，我不是管吃饭，我这么说。谢总，你不管吃不吃，我吃了呀，你请我吃饭呀，那是你的事儿。我请你吃饭，随时随地，咱们白天随便看呢，是吧？今天我又截图，你今天是四人群里面，你说我，你跟B少聊聊那个按摩探店、洗浴探店的事儿，我就聊过了，现在可以去啊，刚不昨天晚上都出过了嘛，现在可以去直接拍摄就好了，跟我一样，就只要出镜，就只要反正只要干活，干完活你就可以。洗浴我去不了，你找B少他能去，我真去不了。还能探店吃饭。是这样，就是说，是一码，真是归一码。那工作，这说好的七号办公室为了工作，我们欢迎姑姑，吃饭不是工作，今晚我请各位吃饭。你听我讲，过个四星吗？还差一点。当时说好的是七号八号，看七号是吃饭的事，对吧？我没记错吧？八号是那个说，反正你俩得出个人嘛。当时是这样说的，跟我说的吧？但是这出人之前要吃饭呀，我知道吃饭那个。我要说，那昨天吃饭，中午安排没有？安排了吧？今天，我说今天啊，今天是不是吃饭？今天回去以后啊，你弄点白煮蛋去。你家里有那个鸡蛋吗？你去煮两个那个白煮蛋。是这样，今晚我请各位吃个饭，望大家抽出点时间。主题感谢合作。但是我是邀请大家到我那个早上起来吃，我希望我们说在这儿呀、啊。在晚上回去啊？我有厂子，我比还要高端的厂子呀。我们就在这边，我这是、啊、这个我要我们一个人是吧？我们不用，为啥？没有，我们能省钱，为啥花钱呢？你懂我意思吧？哦，没事，我过来就两个人。我们有技术呀，好吧？我们不靠这个，就是哎，不是我差这顿饭，我要给你说，我们是靠这个技术知识吧？或者说我愿意去。你晚上都不吃夜宵了。而且、哦、你要现在吃，我先走，咱们去另外一个吃上吃。不你懂我意思吧？我可以让你吃到饭，咱们开直播，我不信，我们可以安排一桌，就是到我的地方，到我的弊端去，我们可以让你去，比这还好的一个接待，就包括昨天的海鲜，那厨师下班了，我也没办法，就对吧？不是，薛总，请别人吃饭是受请一方定的地方，我知道，你这是人情世故啊，薛总。按说我一千块钱过来，你再请我。一个月都不够困吧？对不对？我家人生病啊，我知道，感谢。那我给你妈，那咱全来，我给你妈买，我说给你赚多少钱？你让你妈买水果了没有？是的，薛总，但是你不买，今天是。谢谢姑姑的飞机，谢谢姑姑，感谢姑姑的飞机。谢谢老板大气。上海，而且我也给你寄福包了，对吧？我说给你飞机，来，给祝你，因为你妈在生病，我给你感谢，让你妈买水果，对吧？我在西安就在进行这个事情啊，对不对？哎，薛总来，我敬你，节目效果。说实话，你觉得我会真的叫你买单吗？不我要不是看着就是直播的时候，我关播的时候会叫你买吧。我也敬。他长得是都蛮好看的，是挺上镜。上镜吗？挺上镜。感觉没有本人好看啊。薛总节目效果不是本人好看，我不需要打谁的名义，就是我们这行业都不需要打人名义，只要出镜就行。一点吗？明白吧？好看，没有打任何人名义。我在西安也是这样子的。薛总，我跟你说个事儿，就是我今天在汤连德早上，我做了个噩梦。汤连德啊，我做梦梦见我跟你一起去探店，在那个按摩店里面探店的时候嘛，然后突然有300多个叉子。你在什么？啥？我跟你说，我以前帮一个吉祥馄饨店打过广告，那个店里面有800多条叉子。因为我说大家来这边吃馄饨了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人家大众点评都是叉子，那我就怕这一点。这薛总，我不然帮不上你吗？我把你这个事业给搞砸了是吧？是吧，雨晴，我们不能害别人。对呀、啊，就不能帮别人，不能害别人呀、啊。是是是，不能帮别人。那怎么办？薛总，怎么办？那你去。我跑业务，对对，跑业务可以。我跑业务，我去。我找了一家店，我已经找了一家，今天就刚刚上午，我找好了。是什么店？养生足浴馆。可以。SPA。油压。足浴就是我长项呀，可以啊。可以，没问题。那家店而且要打入市场，就适合你去看。不，我现在把它拉过来，入驻到我们这块，才能去看。什么什么？就你先告诉我去哪块，然后我去个家看好。秀园路那边啊？秀园路的吗？就先说好，怎么先跟里面的人说好，你要联系一下。对啊，我要说好，我不能先过去。来，薛总，这桩事先明天再说。我这个事就是说已经敲定了，明天再说。你接下来有什么对一哥说的，你可以说。没有啊，我就说一哥上来的时候就负责美食嘛，对吧？
就是光餐饮你可以去，就像那些浴场呀、KTV 你都去过一个，反正是就是餐饮可以去，这不联系好的餐饮可以去出境，像昨天一样，可以配合吧？什么餐饮出境？就是餐饮嘛，就是吃饭的事情能出境，就和昨天一样。可能是另外的环境，环境都不一样。在哪里？我现在我在哪里我也跟你说不清楚，但我会联系好你。谈好以后，然后呢，我告诉你位置，你看一下去。你今天发给我一个什么酒吧是也是团购的那个是吧？就是我谈好的那一家呀，就谈那家。红斌，你知道他谈的是哪一家吗？拉瓦，拉瓦，也是我的客户呀。哟，真的呀，我发了一份都。拉瓦，五角场拉瓦，他谈了一家。是团购是多少钱？我忘了。1000多块钱三瓶野格。啊。野格是人喝的，我要喝轩威的，是吧？就说是这样，就是说那个，就是，薛总，薛总，拉瓦是我夜场跑的蛮多的一个场吧，一个星期最高记录7-8次。啊？就是拉瓦我一直去的，里面那个经理是我好朋友，他一直叫我兵哥的。你看我的，你是怎么？我不需要干，你是要换钱吗？我去啊。要换钱吗？我去不用换钱啊。不用换，那你也霸王餐？我不是霸王餐呀。那不要不花钱，我去一哥请客我呀，这是我是没花钱，他妈的，我什么时候说请客？有老板啊，有老板。不是不是，我是说那个就是没有，就是我是假想猜的，就是假设，我是叫假设。但是那边的那个就是拉瓦那个朋友，就是真的认识，我叫小夏，真的是我好朋友，一直叫我兵哥的。拉瓦你也认识人啊？不是认识，是我可以开发他，明白吧？我们是可以跟他进行我们的一个就是。那你发过来消息，他也没开发，我们怎么去啊？那你说那个地方你播不了呀、啊？你说那是什么？那酒吧是吧？你说 那不是酒吧，那他妈是 KTV。哎，对，你说了以后我重新开发了，因为这都太临时了。你给我两小时时间，我搞不了。不是搞定了，但是太远了，就你说太远，你去不了。我搞定了，我前提是我搞定了，因为其实这种事太临时，你提前半天跟我说，我还可以去，是吧？说谈一谈，这个太临时了，本来我安排是跟餐饮，就跟是这样的，徐总，我旁边有一位美女，那个雨晴，就是你能不能帮她去搞一个就是霸王餐，就帮她那个脸上做个护肤啊什么，可以啊，美容什么的。我的客户在，我听我讲，在秀园路上，就是一家做美容的，像皮肤泡泡、眼膜，还有烫头，前置我要了6000多块钱，6000多前置，6000多块钱，6000多份，不是块。6000多份钱，根本能，你能帮他搞定一下一套美容什么弄掉？没问题，没问题。这我大概什么价格？1168左右，不，团购价是那个，但是他你要说什么价格？啥意思？我操，都还不感谢大哥？不，168呢？太贵了，没做过这么贵的。就是护肤啊，感谢一下呀！我操，头疗加按摩，感谢一下，那敬杯敬杯，快！谢谢薛总，你但是啊有点远啊，这店就在秀园路上，我不知道。那你帮那个问一下雨晴，问一下去。不是，我现在就是这两天就我们一拉新就可以去的。比如我会这样的，我会安排你，除非就是比如说你过去也可能会做点事，就是发朋友圈可以吧，这样做事。没问题，对吧？你发朋友圈让老板也高兴。好，没问题。不让你去探店，就是你得做事，拍拍视频。我都168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啊，就不用付钱，因为我有前置，就不用付钱吧？不用付钱，但是你得发朋友圈，也得做事，就是得出来做点事情。没问题，我发。不，让我人多，我微信有全国人啊。对，我发。最好都发一下，老板希望都发朋友圈嘛。那能搞定啊？可以搞定啊，这个没，这个我说的算，因为那个远，叫秀园路上的，叫什么？叫吃什么？反正就是一家，我去谈了呀。我不是，你看，我没骗你，看，包括我老板的合影，我们之前把合同都签了。那还有一个就是他那个雨晴搞定，就是王琦他要做一个那个唐彩，那个他想是一个唐彩彩耳，就掏耳朵就可以了。掏耳朵彩耳，你这里有？那天我不是我理发也不要钱，我在这理发啊。啊，现王琦这里彩耳，你这里能不能帮搞定一下？我现在那只能谈，我要去。看，像哪一块？比如哪个商家？就是杨浦区附近。那你要给我说地方呀，我那太大了，我也不知道杨浦区。汤连德，你看，
那个老板签合同，对吧？全日的，有合约的，我们有合约的。哎，这个霸王餐你吃了多少？我这边你没网了？不，这不是网餐，这是前置，我换了，就我自己先把头一笔，后面再充嘛，对吧？我还没理了个发啊，我只理个发而已。你看，这是他们店啊，羊肉也有啊，知道吧？然后就是 B 上呢，他因为长时间没有喝酒了 ，KTV 里面能不能帮他那个霸王餐弄个果盘什么的？这是不是太夸张了？不，他肯定会吃，应该不可以。这里面不可以，他套上面包含什么，咱们上什么，就昨天的烤鱼一样，他包含那一套，吃完就没有了，额外吃额外吃。哎，有个地方套餐，我呢是这样的，就是我那个车没油了，你看看中石化能不能帮我弄个500块钱的套餐啥的，这个能行吗？这个不是说没有机会啊，只能说这个抖音还没有去试一下。对，可以尝试，但是你说这个东西确实就有点太大了，知道吧？嗯，行，这是官方最官方了，我个人还弄不了这事儿，是吧？你帮我，反正有，你帮我问一下，有机会我可以帮你去尝试。来，感谢谢谢，啊，感谢薛总。哎呀，谢谢薛总，薛总大气了，薛总涉及业务很广泛。这都是我的弊端，基本上真的是什么路子都能搞得定。但是我的长，薛总真的什么路子？不，我的长还是足浴。我也说过，第一天跟你说过，我的这个对吧，最大利润点是在足浴。强项还是足浴？对啊，我说过这事吧。餐饮不是不能看，但是不好弄。就说慢的很，不好弄，慢的，但足浴很快，只要你去，马上就能实现最大化的价值，知道吗？这是真的，因为你没去过。黑少，我告诉你个事儿。薛总啊，今天的半夜里面的汤连德的按摩是免费的。对啊，我那天真的，我哎呦，你问他嘛，我们去汤连德动，我都没舍得去按，我操！这里面有钱。我出门还这样花了100多呢，真的是。啊，是。这按摩免费啊？也是我的必备的呀。啊，你昨天买单了没有？就是那个汤连德。我会员费买了，但那个项目预支买的吧？啊，预支，他给我有个券，就是90块钱。哎，给我一发过吧啊？90。你要给我的吧？就洗了个澡，花了90。不是哪里有钱？送了个按摩。对。这么便宜吗？不，我有全吃呀。我你说的那个水果是哪里？水果汤泉啊，虹桥机场。对啊，一码归一码。水果哎，水果汤泉能不能帮我搞定一下？我改天去，这个我得慢慢。他说有一个水果汤泉，在哪块呢？很舒服。水果汤泉挺好的。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吗？水果不是，你要给我发定位，因为我他们肯定知道。你给我说地方。水果是连锁的。不是，你要给我发定位。现在是上海最好的了。去一次吧。去哪里？水果。现在是上海最好的，它比浅山环境好多了。浅山不行。叫。你把那个定位发到群里吧。它比浅山环境好多了。我不知道那边怎么样。不知道。之前我去的是浅山朝阳店。因为去年怎么样，夏总？我所以一哥，我要跟你好好说说，我去打市场，你只要做出镜，什么事都好谈，知道吧？那是总店。什么事？我去前面泡冰打市场，你只要后面出镜，它的环境真好，知道吧？是装修的，是去年刚开业的。哎，这边可以。但浅山那模仿环境吗？就是那泡汤的那个。你说，我没对。但是我就总感觉浅山的按摩它不是。王姐，我那个车里有烟，你帮我去拿一下。它不正规，我车里有烟。正规。我去拿包烟。哎，在那个中央扶手里面。他趴到你的身上给你踩耳，我的天啊！薛总，这个烟是我的吗？是我的，你知道的。哦，是。我踩过。我开玩笑，开玩笑。节目效果。节目女的趴你身上踩。啊。女的趴你身上踩不是很正常？关键是男生去也是女的趴身上踩呀、啊。我刚去买药。那不废话，男的趴身上踩啊。你有没有找男的按摩过？没有。哎，一哥，你不介意的吧？这个啊，我感觉我要找男的，是他再占个便宜。一哥，这年是从上海的是吧？对，是吧？对，上13块。我没超过，我又没见过。哦，蛮好吃的。水果汤泉，它既是团购券，它这也是300多一个人，300多一个人。啊，对呀、啊，它只是门票就是这个钱了，进去单消费。就看里面环境比较好，我可以谈的，包括那个酒吧也环境很好的，只是你们没去，没看过，远是远，但是我不知道那距离，就你们给我发的门头，我去可以，就是你把定位发过来，我可以谈的。后面它价格比那个浅深。里面水果很好，什么都是车厘子啊、草莓啊。因为我们干的说实话就是团购的功能，你知道吧？就砍一半，哎，但是我们前日就不需要花钱。叫什么店？水果汤泉。水果汤泉对。嗯。你们去过吗？应该有去过。但这家还是没有我上海吗？我刚买的就是那个。知道的另一家更好。我刚买了。去水兰亭最好。我刚才买了一包，为啥？我在去水兰亭，上海没有，杭州没有。他当年都是。就这个，他们和水果汤泉是一个老板。有比这个更贵的，498，就洗个澡。对啊，我说的是去水兰亭，去水兰亭门票600。啊，对对对，我一直说。你在上海？在上海，在杭州。上海本地。杭州还有北京都有店，但是去水和水果汤泉的老板是一个人，
对，都是一个老板，开的很大。啊，对，曲水蓝天。就你们现在所有的。